中国艺校联合汇报，日前刷到嘉义县的举行，由嘉义县艺校总队总队长张明达率领团队筹办活动，来自全国数百名艺校总队长和艺校做伙来嘉义，共同探讨防救灾的工作。各县市的艺校团队嘛，借由一年一度的聚会交流感情。甲嘉义县，咱一个家庭同款，大家互相做团结。那我相信，那其他县市的艺校也是一样。好像是一个大家庭，所以咱的营销拿这位，就是笑你是我的兄弟。我想这个跟营销的精神啊，那有非常大的密切。全国所有的组织啊，我想会当像咱营销这个组织这健全，感情这好诶，讲起来真少。所以我伫咧做小的幼儿园啊，我就一直非常为我们营销的所有的这个制度跟人的关系啊，我的爸爸从小的敬佩。王长良指出，伊相信全国艺校嘛含嘉义县的同款，等下亲像一个大家庭。感谢艺校伫防救灾任务是全当拢无歇困，贡献家己。大家拢放下身边的工作，以救灾为重，帮助咱消防呢会做到，真正将咱所有的发生灾害呢，拢变成上佳。这个是大家共同努力的哈。全国的艺校呢，能够全团结在一起啊，这个感情是永远会散去啊。那大家一旦啊感情越来越好，而且政府交代，那就是中央绝对全力来支持咱消防艺校的这个建设。总队长张明达讲，今艺校无分日时还是暗暝，合作每一个人，艺校是双脚最佳的助手。因为大家都有一颗热情的心，虽然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，依然愿意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，为民众来服务。记者黄佩佳观察报道。